桃波这边很有名的这个飞机的麦当劳就在我们住的地方的旁边，然后它的飞机就是在这边，它是里面可以有座位的哦。嗯，那能不能去坐那边？好，那我现在就过去点餐吧。然后在它这边麦当劳也是有这个点餐机，然后还有这个早餐，还有 make coffee。好了，我点一个满福宝早餐，然后搭配 combo 这样子，11.5块。但它这个咖啡的选择很多，很好。这边早餐的种类跟台湾差不多，有 bagel 啊，然后 pancake、乳酪满福宝啊、咖啡等等。好了，拿到我们的餐点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坐飞机，在这里。你看这个 ，Welcome to the world's coolest McDonald's。嗯，就叫登机喽。登机门。是一台小飞机，也没有几个位置。然后他这边有介绍一些这个飞机的历史啊等等。我们从桃波湖那边离开之后，现在来到这个胡卡瀑布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走这个一个小步道，这个步道大概走2个小时，走吧。我们走这边，然后那边有一些登山车可以在那边玩。这条步道大概走2个小时，然后明天滑雪，所以我们现在在暖身哦。你说我们是在运动，你在干嘛？我来当我美声部。OK， great， 这也太美了吧！哇，我看那个照片，这里的湖泊都是蓝色的水，超酷的，超美的。走没5分钟就看到这个蓝色的水，它这个瀑布就是流向那个桃波湖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走去 Hooker Falls， 然后大概1.5个小时就到了。湖。沿途都超好拍，我觉得我们1.5个小时是走不完。到了耶，走了大概1个小时。我们刚在停车的地方，大概11:10的时候开始走，走到这一座胡卡瀑布的桥，哇，超壮观的。然后现在大概12:10，走了大概1个小时，比预计中的快一点。超美的，好蓝哦。然后在那边走的步道的旁边，这里也有一个可以骑登山车的路线。如果不想走那个登山步道1个小时的话，你其实也可以把车子开来这里，直接就走到瀑布的地方这样。那就是走到这边，开到这边，然后走过去就是瀑布的位置咯。边一点点而已，然后它就是桃波湖的唯一的出口。这里很多人骑登山车来。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 Hooker Falls 的地方，然后桃波是在这边往下面。然后在这个 Hooker Falls 的地方，它还有很多的户外活动可以玩。看这边，像是 Hooker Falls Jet， 然后 Water Park 之类的都在这边有。我们停车的入口这边啊，它这里是有地热可以泡，但现在是冬天，水水还是凉凉的。然后刚刚是有看到有人在泡。我们刚从 Hooker Falls 那边开过来，这个 Craters of the Moon
是我们下一个景点，然后这边就是有地热。Yeah. 然后开过来大概10分钟，这边买票一个人8块钱。好了，我们买好票喽。然后我们现在在这边，然后他是说我们走这个一圈大概45分钟，然后如果要走这一小段15分钟，如果是这边15分钟。这里的步道也都是这种非常好走的路线。到处都是地热，哎，会热吗？一点点，温暖一下。嗯，非常热，不热。现在太冷了啦。这里有一个洞口，哎，真的蛮温暖的，硫磺的味道，好酷哦，超大的，超多地热的，大阪的小油坑。然后刚刚卖票的人员还有很多告示牌都有写说，只能走在这一条 trail 上面，不能跑到下面，因为会有危险。这里，你看，超大一个空。现在走了这一条 step climb， 这一条蓝色这边上来之后，就看到这个大景，因为它这边比较高，超美的，超壮观的。然后因为这边比较高，还可以看到那边城市的景。前面那边就是桃坡，然后桃坡湖在那边。是我们滑雪住的房间。然后这个地滑雪的地方超酷的，明天再来介绍一下。那我们在这里住的这间饭店呢，是在 National Park 里面的一个饭店，然后它是一个我们找到唯一有独立厕所的饭店。然后这就是国家公园里面的住宿这样子，然后它叫做 YHA National Park， 这是我们住的地方。然后它这是一楼的柜台，然后这里是楼梯，我们住在二楼上去。然后它这边都有很多资讯可以去参加的。那在柜台的旁边，这里就有一个共用的厨房，然后这里有冰箱，要贴自己的名字就可以放进去了。我们的在这一带。那我们现在在弄早餐。它这里的厨房有很多东西，什么都有。你看，有锅子、电锅、烤吐司机 ，IH 炉就有3个，那边一个，第二个，还有那旁边有一个。它这边有放回收的，要自己回收。然后这边有餐具跟热水。住的这个地方呢，它这墙壁上也都有很多的资讯可以参考。然后再走进来，它这边就有浴室、洗衣服的，还有洗衣机、TV lounge， 然后一楼的房间，然后它这里还有一个 climbing hall。你看，超大的攀岩场。然后那个攀岩的地方可以跟柜台报名这样子。在它这个 National Park 里面，它有非常多的户外活动可以玩。然后我们这次主要是来滑雪，可是今天滑雪场没有开。我们本来今天是要去爬这个末日火山，可是今天下雨，所以没有开放这个行程。然后滑雪的山是在这边。那我们现在是住在北部的雪场，这里有一个南部的雪场。我们本来是从北部的雪场要到北部的这座山，然后南部的雪场的人就会滑这座山。今天下雨了，好大的雨啊！我们的雪场没有开。然后下雨也不能做什么户外活动，这一个吗？右边这一个吗？所以我们就先来逛逛雪具店。这一家离我们最近的雪具店，那我们现在就先来逛雪具店吧，好多东西可以买的感觉。它这边也是有租雪具的地方，就在那一边。然后我们现在是要逛上这边，超低的雪。好逛啊，好好逛。下雨了。
十分钟到这个滑雪的镇上。然后现在后面有一道彩虹，超美的。刚刚彩虹是超美的，超美的。虽然是遇到下雨，可是其实还是看得到哈、哦。这个彩虹下的小镇，我给你看哦。有没有看到超美的？对，就在这里，超美的，超美的。那我们现在要去逛雪具的店，因为它这里真的是户外的天堂。我看到路上的车啊，都是有装一些放脚踏车的架子啊，或者是雪具的上车上的那个车架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逛这间雪具店，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买。哎，这边好好逛，而且东西都很便宜。真的，我觉得这里的东西真的比较便宜。这种 outdoor 人的天堂，真的，我觉得像这种一些防水外套啊，这种外套，三四千的了，对啊，很便宜耶，对，东西很多，我这个才72而已，这个雪具店也是有租雪具雪板的地方，然后还有攀岩场，好像很好玩耶。这里就是一个小博物馆，然后展示了以前的铁路相关火车的东西，然后这里就是展示一些火车的历史啊，还有一些当时的东西这样子。Running, so it's the same, and then there's one up here, and one over there, and they'd all be going at the same time.然后在缅甸旁边就是他们原本的车站。刚刚那个解说有人说这边的车还是有在运作，可是已经没有很太多人搭乘了。那我们回到小镇的市区来吃这家 Toasty。然后他这边主要是卖三明治甜点，然后还有咖啡啊，还有冷食等等。那我们点了三个三明治。它前面就是在做三明治的地方，然后这里有几个小位置。它这种三种味道啊都不太相同，超酷的，每一种味道都不太相同，而且差别还蛮大的，好好玩哦。